不是，我只能说，你说我送，能理解。你说我不认真，说实话，你可以换种想法，你可以觉得我是认真的在送，就是不认真没道理。就是你说游戏这把对吧，就死太多了，就是你可以说，就是这把没办法，没上菜一下。就是会送，是态度得上一下。但你送的前提，你可以也帮我加个态度，直接帮我改成认真的再送，这样主播心里会好过一点。不是，真别尬黑了。如果不是，就是你这把如果是纯摆，不认真，真死不了10次以上的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就基本上是在泉水跟或者马路中间，就是等投降了。我这每条命都换了几百块，最起码都换了2波兵线，你懂吗？哎呦，忘了，这把带错了，应该打，这把应该点大刀 CD。小滋他一下，啊，不是，哥们，你站后面干嘛呢？鬼呀鬼！在搞下，在搞下。啊！啊，你继续扯他，好，你是哪来的天才呀？你他妈没闪，你要把洛台 Q 到你面前来。Nice，这么僵硬吗？我有100个办法。这他妈团也能打赢，说实话，格温还得削呀。那比较好的一个机制的问题，那时候还有个一副的脸罩，是特别丝滑。艾克的一不是一刀人，直接砍到他脸上，然后现在一出是。他妈早点不闪！
真他妈有意思啊。啊，我感觉还不，说实话真不如去，真不如去带线。是你们真的他妈一点压力不吃啊！说我们要干嘛？天才，那他为什么能这么菜呀？